我们今天要讲的课程是日式愉悦史。为什么要今天讲这个课程呢？因为这个礼拜四的中午过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某一种日食了。OK， 台湾可以看到什么日食呢？其实我要先讲一下，这一次日食的种类被分类在什么？哪一种种类？叫做日环食。不过呢，如果你要看日环食，可能要到新加坡那边去看。OK。那在台湾这边大概只能看得到日偏食，大概在12:44左右，一直到三点多啊、哦。那缺的最多的时间是在2:15左右。等一下我会把详细的资讯又给各位看啊、哦，而且教各位怎么上网查。好，来，我们简单的看一下，这个大家都可以一起回答了啊、哦。请问日食的时候是哪个天体排在中间，才会导致日食，月亮嘛，对不对？很好，月亮。那发生月食的时候呢，是哪个天体排中间？嘿，地球哦，请大家不要一下子太快反应。很多人在这一个地，如果我这样快速的答到这一题的时候，很多人马上反应的是太阳排中间，哇，太阳排中间，那月亮脱离我们地球了，所以不是哈、哦。是地球排中间，地球的影子落到月球上才会出现月食。OK， 好，来快速的讲一下哈。其实按理来讲，三者排成一直线，你会觉得说好像应该每个月会有两次，一个是太阳、月球、地球，一个是太阳、地球、月球，对不对？可是为什么不是每个月都会有日食、月食呢？重点在于，来。第一个，我们地球绕太阳的轨道，但是反过来，我们在地球上感觉太阳在天上走的那个轨道，我们称为叫黄道。所以呢，今天太阳，我们看着太阳在天上的星座走，它总共走过几个星座呢？严格来讲是13个星座。好，但是呢，西洋来讲觉得13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，所以选择叫做黄道12宫。哎，很多人哈、哦、也甚至一听到黄道12宫，以为是中国固有的东西哦，不是，黄道12宫是西洋的，西洋定下来的。OK， 好，但是呢，第13宫是哪13宫？好，来，可以坐到后面，来后面，啊，蛇夫很好。OK，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，各位来猜猜看。你知道吗？太阳现在经过这13个星座里面，哪一个星座是经过的时间是最短的？其实只有1/13，对，就是1/13的机会也不算低了。来，有没有人要作答？1/13而已。来，天蝎座答对了，哎呦，不错哦，很厉害哦。天蝎座在我们这一年当中真正经过的时间只有7天而已，啊。但是呢，哎，那个什么，我们的占星来讲，它选择了12星座，但是占星来讲，它是固定把它稍微分成一个星座，大概30天上下，所以其实严格来讲那是不准的哈、哦。好，回头来，我们先赶快再来看这个太阳在天上走的路径，我们称为叫黄道。那地球被月球绕嘛，哈、哦，月球绕地球。那我们在地球上看月球在天上走的道路就叫做白道。 OK， 那白道的话跟黄道有个5度9分的倾角，这就是一个重点啊、哦，5度9分的倾角导致于不是每个月有日食，每个月有月食，不是这样子。 OK， 好，那来，两者的轨道都是椭圆形的啊、哦，地球绕太阳是椭圆形的，那月球绕地球也是椭圆形的，而且呢，月球绕地球，地球在这个椭圆形轨道的其中一个焦点，那地球绕太阳，太阳也在这个椭圆形轨道的一个焦点上，所以导致于地球有时候距离太阳近，有时候距离太阳远，月球有时候距离地球近，有时候距离地球远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地球看太阳，哎，有时候稍微比较大，有时候比较小，好 ，OK。来看一下，这边
给各位看哦，有时候你感觉从北极的上方看下来的话，感觉太阳、月球跟地球有形成一直线，可是从侧面看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、当然是画的比较极端一点哈，因为这个倾角已经不是五度九分了哈，但是画的比较极端一点，你可以看月球的影子落不到地球上，那地球的影子落不到月球上，所以平常时间好，不是每个月都有日食月食的。好，那各位可以看这个转的平面哦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哪个有谁有一块那个比较平的板子可以借我一下。我看一下，我拿书好了。好，我拿个书跟手机来做个小示范。帮我把电灯打开好了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我拿个，这本书也很推荐各位了哈，不是做业配哈 ，OK， 这本天文书我觉得还不错，这是大陆写的啦哈，有跟古天文有一点关系，而且里面会提到一些古天文有趣的一些故事。那现在其实 Costco 有在卖 ，Costco 卖的比它小本一点点，然后书名是一模一样，然后翻成繁体字，然后又比较便宜。OK， 有兴趣去看一下哈，这个那时候还从大陆进来哈。好，来看一下哈。假设这个是地球绕太阳的一个平面，那月球绕地球会有个倾角，它的倾角感觉常常是这样子固定的，然后这样转过来，转过来，但是不是完全这样子哦。但是我们先这样子看哈，它这样转过来的时候，啊，就是月球是这样子绕的。那就有一个倾角平面哈，那像在这个角度，也就是各位看过来这个角度，才有可能太阳，然后地球，各位想象在手机中间，然后那个月球就好像在这个手机的外围环绕，在这个角度才有可能到日食月食，或者过来这个地方的角度才有可能日食月食，那这边。就不会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月球在这个地方绕，地球在中间，所以这个地方、这些地方都不会产生，一直到这里才会。但是我要跟各位讲哦，白道面也不是永远是这样子哦，白道面会慢慢的转，这样子转。但是它今天我举个例，它可能在这里是这样子。等到转一圈回来，就已经稍微倾斜一点角度了。再转一圈回来，又转了一些角度了。然后呢，转了好很多圈之后，有可能下一次你会看到它变成这样子了，这样子的倾斜面。然后再来一直弄到下一次能够转成在这个地方转成这样。有没有人知道多久？大概要几圈？有没有人觉得知道大概要几圈？猜一个数字而已，要不要猜猜看？你觉得来？两圈？没有那么快。然后来？三十？没有那么多。来？4圈？没有那么少。啊？来？5圈半？没有那么少。好，你们都不猜啊、哦？不猜我要讲，来。一个人猜一次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来啊，6圈半，也不没有那么少。好，我说没有那么少。15圈，没有那么少。再来，20，没有那么多。哎，再两次机会就好，再两次机会。来，还有谁？18 ，OK， 可以答对了。严格来讲是18圈。又11天，又1/3天，18年，11又1/3天，它就会回到原位，然后原来假设是这样的倾角，这样子过来之后又会是这样的倾角 ，OK， 所以上次有我忘记有没有跟各位这班提过了，我也顺便讲，为什么是18年，11又1/3天呢？OK 哈，当然，刚才主要的缘故就是要和这个
那个什么白道面，它又会回到大概原来的位置。所以各位每19岁或19的倍数的年纪，你的国历跟农历几乎大多数人会同一天。哎，在座各位应该有很多人应该是今年19岁吧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？哎，如果有 Apple 的，你们来看一下那个 Apple 的日历，上面会有农历的。那个什么，其实那个 Google 日历，它也可以把农历打开来，你就可以看看，如果你今年超过19岁的话，或者是你今年20或18，你稍微调一下前后一年，看你19岁的生日，农历跟国历，大多数人会同一天，但少部分人会大概有一天到两天的差异。OK， 这个就是。那个什么，主要白道面跟黄道面要合在一起。好，来帮我关个灯一下好吗？谢谢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基本上这边哈，我有写哦，当这个太阳、地球和月亮形成一直线的时候，那就会发生日食。然后月亮在太阳和地球中间，但是呢，发生的时间，你看我这边写一般在农历初一，也就是呢。偶尔的月食会发生在农历初二，或者是农历的那个月的前一个月的最后一天，都有可能。但是绝大多数是在农历初一。然后呢，月食的时候是地球排在太阳跟月亮中间，发生的时间也是一般在农历16，所以有可能在农历15、14，还有17。都有可能。好，那日食和月食并非每个月都发生，就主要是这个倾角的问题。好，那这个地球看太阳与月亮哪个比较大？好，这个我直接给答案了，有时候太阳大，有时候月亮大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地球上看太阳或看月亮其实是差不多一样大的哦，有时候这个大，有时候是这个小。什么情况之下可以看到有时候太阳大，有时候月亮大？一个最明显的例子，谁可以举得出来？在哪一种特别的现象可以证明有时候太阳大些，有时候月亮大些？有没有人要讲出来？啊，来。日食的时候。什么时候日食的时候？你说要证明太阳大。对，证明什么情况之下？太阳大些，什么时候是月亮大？要讲得很清楚的一个。日环食的时候太阳比较大，然后日全食的时候月亮比较大。OK， 不错，讲得很好。日环食的时候，月亮比较小，遮不住太阳，露出了一个环状。日全食的时候，月亮比较大，然后会遮住整个太阳。不错，很好，就是这两个点可以证明我们地球上在看太阳或看月亮。是差不多大的，偶尔这个大些，偶尔另外一个大些，主要就是刚才我提到的，就是说有的时候是近日点远日点，或者是近地点远地点的问题。 OK， 好，来，不错，再来这边来看一下，太阳的直径是140万公里，月亮的直径是3500公里，哇，小的很多，这两个差了将近快400倍。哎，但是呢，太阳距离地球平均距离是1.5亿公里，那距离那个月亮距离地球平均为38万公里，这之间也差了将近快400倍，所以有时候太阳大些，有时候月亮大些。好，你们觉得，来，那个时候，哎，我们大家用表决的好不好？来，你们觉得我刚才说太阳跟月亮差不多大，那看看各位平常的观察感觉，你们看太阳或月亮的视直径，哎，等一下，什么叫视直径？好，我们今天我举个例子假设我看各位的两个耳朵，我眼睛看出去，看你两个耳朵中间的夹角。我们就叫做视直径，或者叫视角。OK， 那我给各位一个提示：东方地平到西方地平
是180度。哎，那我们这样看月亮的左边到右边这样的角度大概是几度？好，来给各位这边的答案哈，我们看看有多少人可能会答对哈。认为这个太阳或月亮的视直径是0.5度左右的，请举手。一位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我要看哦。答对的，我加一分，好不好？我要算人数，算好，我到底会加几个啊？好，来，认为0.5度的，请举手。就一票、两票、三票、四票、五票，这一直对，好，五票了哈。来，约一度的，请举手。一票、两票、三票、四票、五票、六票、七票、八票、九票。哎，我要写一下，不然到时候每一个人都看。哎，我老师，我举那个那个，刚才我念到的第一个的是几票啊？五票哈、啊。那第二个是几票啊？第二个的再举手一下好不好？第二个答案的，我再看一下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哎，好，十位哦，哎，到时候我加了10位，不要在中间再跟我假设啦。假设他是答案的话，不要再跟我来讲说，哦，我有第11位，我才是。好，然后约三，答案是约5度的范围的，请举手。5度的，一位、两位、三位、四位、五位、六位、七位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12位。好，认为是答案4。大概有10度的，请举手。一、二、两位。哦，人数比较少，我比较好记，大概稍微记一点。好，来，52度的，请举手。一位、两位、两位。好，然后15度的，请举手。没有。那28度的，请举手。没有，30度的请举手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位。好，这是八，四位。好，所以，哎，我就是每一个人加一分哈，因为这基本上是选择题，一般来讲选择题我不加分的。好，那就鼓励大家那个，我来讲哈，我先从最后一个答案先讲起。我刚才我再缩小一点点。我刚才说东方地平到西方地平是180度啊，我现在缩小一点点，这样是几度？90度。那30度你要动，你曾经看过月亮这么大颗吗？那吓死人了。OK， 正确答案是0.5度，这么小而已，0.5度这么小而已啊。所以各位指头伸出去。一个指头伸出去，就是伸直，远远的，就足以把月亮给遮住了，或太阳给遮住了。OK， 哎，好，所以来选第一个0.5度的5票，我再确认一下。好 ，OK， 好，答这5票答案来找我哈，找我加分哈，加就是加一分，一分也不算少了。好 ，OK， 好不好？积少成多，来各位看一下哈。这个是台北天文馆在某一年针对最小的满月跟最大的满月拍起来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你们远远看好像感觉是可以有差异的，但是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可以看到最小的满月视直径是29.1角分。哎，什么叫角分啊？一度就是一个角度等于60个角分，所以29.1角分快接近30角分了，就相当于0.5度。但是就算是最大满月33.8角分，也跟30度相差没有多远，也差不多是0.5度，多一点点而已。OK， 哦，所以差异不大。那常常很多人就在讲说，哦，那个大概是2010还2011年的那一次311，什么东西？哎，那个日本海啸有没有？因为什么？
那一年的3月20号是有超级月亮，当时很多记者给他定义说超级月亮就是在满月的时候，那时候的月亮最大颗。很多人那时候就觉得说日本的那个 大海啸是因为超级月亮造成的。哎，各位请厘清一个观念，月球永远是这样子在绕地球，其实它每个月都一定会有一天是最接近地球，有一天最远离地球，只不过那一天有没有发生在满月而已。所以每个月为什么都没有大海啸？所以基本上日本的海啸不是因为超级月亮的缘故，这个只是我就说那一年的3月20号只是刚好是那个月球在接近地球的叫做近地点，同时又正好是满月的情况，就这样子而已。满月只是反射太阳光而已，啊，所以真的，大家以后听到的说啊，现在地球那个月球非常接近地球了，哎，不要太紧张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日月食的种类哈，日食有几种？就这三种：日全食、日环食、日偏食。OK， 好，那月食有几种？月食只有两种：月全食跟月偏食。那为什么没有月环食呢？来，我们先跟各位讲哈，地球的影子落到了月球轨道上，然后月球正好走到那个影子里面去，那就产生了月食。可是事实上呢，地球的影子投到了月球的轨道上的时候，它的大小还是比月球大，快到3倍，所以不可能，除非啊，可能再过几万年以后，月球越来越远离地球，嘿，因为月球现在每年大概以4公分左右在远离地球 ，OK， 哦，所以事实上可能在几万年、几百万年，它到时候会距离我们很远，可能就会有月环食的可能啊，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甚至各位稍微把这个英文稍微知道一下，哎。日环食叫做 annular solar eclipse， 好，那日全食叫 total solar eclipse， 然后日偏食 partial solar eclipse。我们一个个来看一下。今天呢，如果月球稍微比较远离地球的情况之下，今天太阳影子投到，就是影子照到了月球，月球的影子在中间有交叉，之后才落到地球上。那地球上这一块落在这一块比较黑的影子，黑的影子我们叫做本影，落在本影上的这些居民们，他就会看到太阳会露出外面的一个环。OK， 落在半影区的人们看到太阳就是缺一角的日偏食。OK， 好，那半影之外的这些人。就什么都看不到。那这边来看一下，这就是日全食，影子落到地球前没有交叉，就直接落在地球上，所以在本影区上的那些居民他会看到日全食，在半影区看到的就是日偏食。但是只要这个系列当中，我们都会抓那个最难得看到的 那种现象，就称那一次的日食，比如说这里真的有发生，这里的人有看到日全食，我们就称这一次的日食是叫做日全食，就这样子哈。那日偏食来看一下，本影的部分都没有落到地球上，但是半影的地方落在地球上的这些人们看到就是日偏食。OK， 但是呢，严格来讲哈，日食不是只有三种哦，严格来讲日食有4种，另外一种。几率很少，平均每100年，平均每100年4.8次，4.8次不多。OK， 所以呢，它是什么样的情况？我们叫做日全环食，或者是复合日食。什么叫日全环食？就是呢，刚开始，今天哎，这个月球走很快哦，你可以想象太阳在蛮远的地方，
那月球很快的从那边走过来，刚开始走的时候，它的影子落在地球上，地球上的人们，在这个本影区的人们看到的是环食，然后慢慢的接近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，走到这个样，这一区的人们看到的是那个全食，再过来这边的人们就看到了环食，所以有环、全、环，所以我们就称为叫日全环食。每一年，我说平均每100年4.8次，不多，哦。好，各位觉得日食发生的几率比较高，还是月食发生的几率比较高，还是是差不多，还是对不起，这没有规则的？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多？很多人都会觉得月食比较多，但正确答案是日食比较多。为什么日食比较多？日食发生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了。我举个例子，我们这一次的日食是在12月26号，也就是礼拜四哦，3天后哦，啊，礼拜四哦，中午12:44。你看，开始发生日食了。我跟你讲，没有人叫你看天上的时候，也没有人叫你朝太阳方向看的时候，你走在路上，你没感觉，天还是很亮，天还是很亮，啊，其实太阳大概被遮到了大概90%多，才会感觉整个暗下来，哎，因为太阳常常也被乌云遮住啊，对不对？有被乌云遮住，所以你可能不会觉得说，哎，好像整个有暗下来的感觉，所以日食发生的时候，严格来讲，真正能够看到的只有一个，他带状上的人才能够看到日食。带状上的人很 狭窄的一个带状上，然后又没有人提醒你的话，你可能就没注意到。OK， 但是月食的情况之下，是半面以上的地球都看得到，只要天气好的话，你就会看到哦。哎，今天太阳，今天月球怎么变得有点红红的？或者，哎，今天月球怎么是缺一角的 ？OK， 你就会注意到。好，但是呢，甚至日食发生的几率是每一年平均每一年最多5次，最少2次。月食发生的几率是每年最多3次，最少0次。所以再怎么样，几乎平均起来都是日食比月食还多。好，那甚至呢，来看一下哦，日食发生的时候，只有日食带上的人看得到；月食发生的有半个地球以上的人看得到。好，然后呢，日食每100年平均会发生200多次，那这是统计过后的结果。偏食每100年有82.5次，哇，那几乎不到2年就有一次嘞，不到2年就有一次。OK， 哦，然后环食也不遑多让，环食跟偏食差不多，只差个0.3次而已，全食就稍微少一点了。可是你看这个数据，全食是67.2次，那代表什么意思？每3年，地球会发生2次的日全食。所以啊，各位，真的。日全食是我们常常讲说喜欢天文的人不能错过的3大景观之一哦，日全食。所以大家如果你想看，千万不要期待在台湾看，台湾也可以看得到，但是呢，你必须要把身体养好，因为呢，下一次要看到日全食，台湾下一次要看到日全食是在2070年4月11号，请问你们几岁了？2070年大概几岁？哦，应该有70几岁了吧 ？OK， 哎，你们是2000年以前出生的吧？没有。啊？有00后。哦，是有零零后。哇，糟糕！我现在以后都不敢问年纪了，真的是越来越差越多了。OK， 好，2070年的4月11号，各位可以把它记下来。但是呢，